日前一名女乘客驶在经过家市中门街时，突然间一只狗仔冲出来咬伊，伊惊着之后弄着路边车辆自杀。日前一名客驶在刹车之后，只脚疑似骨头断去的情形，日附近民众看到之后也协助通报，家市消防局随即派遣救援车前往，好个在客驶意识清楚，在经过治疗之后送往病院。到现场后，发现有民众倒卧在路旁，那检查。受伤的状况，他的右脚踝是有骨折变形的现象，那我立即固定换肢，然后准备送往医院。那询问他的车祸的发生的经过，表示骑到那边的时候，刚好有一只狗冲出来追他，那他一时紧张又撞到路旁的车子啊，导致倒地以后右脚剧痛的状况。该市消防局呼民众，若是拄到狗咬，千万唔通紧张，保持一定的速度，避免危险发生，危害自身生命、财产安全。新闻调民间市采访报道。市政府卫生局正在寻找握力达人，凡涉及于嘉义市65岁以上长者，与嘉义市6家整合性健康筛检医院配合，整合性健康筛检期程完成健康检查，且完成口腔健康问卷及迷你营养评估表者，执行手握力量测，就可参加寻找握力达人比赛。每组录取最佳手握力前40名，就能获得总奖金10万礼券奖励。握力达人就是你，欢迎来挑战！预防肌少症，降低跌倒风险，提早检测，提早预防。如有以下现象，就疑似肌少症，请记得寻求专业人员。活动详情请至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网站。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。